我会怕你会变。我不会。哇，这么肯定啊？嗯，是他会信吗？我要重新盘算一下。现在只有你一个会调目标声，如果你要说咱们组里的人，嗯，有没有其他人会调？嗯，左左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其实他也偏那个。这是我想的。明白。我先选你，电脑我让先等。时间到，队长，请挂毛巾。那我现在要改变我的方向了，我天哪！我觉得他讲的一个道理，我不能忘本。我的本呢，就是 breaking， 霹雳舞里面不能没有 breaking。现在策略就是忠臣和佐佐他们能搭配起来。对，他最惨，他前面已经连三棒棒棒都没了。我真的这三下这给我敲懵了，再敲一下我就死，这蛋蛋再给我敲一下我直接死。请四位选手做出选择。我的选择是罗志祥、韩庚。我选择第五轮，有三位选手配对成功，三位选手互选成功。47号蛋蛋成功加入黄子韬战队。现在就要说了吗？哦，黄子韬，我俩组队成功是必然的。我当时在想的是，我要怎么给黄子韬一个惊喜。对，所以我在那个房间的墙壁上写了一句话。14号，赵鹏程成功加入罗志祥战队。45号，钟晨成功加入易烊千玺战队。嗯，这不是易烊千玺你吗？天哪，都是戏精啊，都是戏精啊！Hello， 千玺，我是你的小粉丝，是吗？对，所以你是你的队长啊？我说实话，我的第一选择是你。其实我很喜欢他，很喜欢他这个人，我觉得，他和我比较像。选我啊 ？OK， 可以，我给你了哈。红色的哈，这是黄色纹。首先，我不太了解苗生，因为那会儿100强的时候，我说我想看他的作品是什么样的，我也没有机会看到。然后我觉得可以选他进来试一试，而且他说他 popping 也挺厉害的。对，我选择易烊千玺队长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的心情怎么才能？6轮开放的房间号码44号。马东杰，43号杨文浩，39号田义德，40号小飞，计时开始。哥，速度啊！哎呀，我太受打击了。为啥呀？没人要你啊？只有蛋蛋吗？你来不来我这？你猜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就是你选谁都是你的决定。嗯，反正我已经受过打击了，反正我其他的房间我也不去，我就这一房间。反正你咱俩最初的约定。行。哎呦 ，Hello！ 我想听一听前辈对我的评价，因为我知道你肯定不会选我。我觉得很好，我真的觉得很好。嗯，我有看过你的一个舞蹈表演，而且我发现你跳舞进步好大，你是真的特喜欢跳舞。看一个人跳舞，看他进步就能看出来他真的喜欢还是应付工作。一看你就是自己要练的那种。对对。嗯。You
remember the day。 哇，没改变吧？嗯，没改变啊。对，啊，对。哇哇，谢谢谢谢。对了，一定要把翅膀扒皮给他。真的真的。出师不利啊，又得重新起来。哎，我一会儿我肯定先会试杨文浩，毛巾肯定会在，相信我。我想先试一下不可能的。我觉得他应该会去黄子韬那。我先跟他聊聊，看什么意思。你的想法是？我的想法是，我就选你。OK， 明白，相信我。等我。哎呦 ，Hello， 韩森哥。我是希望你能，来我这个队，所以这一次。我会把毛巾留在这里，也看你的选择。我也希望你能考虑一下。时间到，队长，请挂毛巾。请四位选手做出选择。我的选择是韩庚。韩庚，罗志祥。有两位选手配对成功，39号田一德成功加入罗志祥战队 ，banana。43号杨文浩，咱俩最初的约定，过来你过来，先拉我钩，到时候选我战队。都拉了，没办法了。好。43号杨文浩。成功加入黄子韬，恭喜！吓死我了。我上一场表现太不满意了，好像黄子韬有一点失望，所以我就得跟他在一起，证明给他看他没有欣赏错人，证明给他看我可以为他赢。第七轮开放的房间号码9号亮亮，7号王渊振，4号小 P， 3号林雨，计时开始。终于到我了。我心里在想，如果有选我的队长，谁第一个进来，我就跟谁走。我心里在想，就是会是谁第一个进来，谁第一个进来跟我们说什么样的话。易烊千玺老师这轮一定先挑亮亮，完蛋了，完蛋了。期待谁第一个走进来？我个人比较期待易烊千玺走进来。